森小姐，然后局长，然后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是义大犀牛林义轩。可以当一日雄中，我觉得很骄傲，因为自己念书也没有念得多好，所以雄中对我们来说是第一志愿。对啊。还有阿全，您那个学生证上面有一个323高雄所站，你是不是为这个再跟我们大家再次的讲解一下？哦，那个3月23号，我们义大犀牛陈清武的开幕战，然后那一天的对手是拉米狗，然后希望在地的高雄乡亲父老，然后喜欢棒球支持义大犀牛的球迷们都可以踊跃进场。然后替我们义大犀牛加油，谢谢。还有林义泉，去年哦拿下 MVP 年度 MVP 的角色，还有三冠王的奖项哦。那今年你对自己有什么期许跟目标吗？今年的个人目标固然重要，当然希望可以再比去年更好。然后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说可以为义大拿下队史的第一座总冠军，然后也为在地高雄的球队拿下第一座总冠军，谢谢。林义泉。